大家好，我是东京走桥的鲍勃，我是东京不只是留学的咪豪，今天要带大家来日暮里地区，就跟我们一起来悠哉散步吧，走吧。现在在我身后就是古座银座商店街，然后这条其实就是在东京，就是属于比较夏町的地方，复古不是那种就是很新颖的感觉。大家应该有发现，就是我附近周遭应该有很多猫跟猫相关的店，因为这边有被称为就是猫街。无意间发现一间台湾茶艺馆，就这样被那个热心的姐姐推荐，就进来看看这家店。他说二楼有卖一些菜刀，然后还有一些皮革小物。健身堂老板呢，从零开始学做和果子跟饮料，因为他希望就是可以卖一些和风的杂货，然后还有自制的一些创新的甜点给大家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一家捏面人的专卖店，在日本捏面人师傅已经剩下三四十位了，非常非常的就是像国宝级的人的存在。那我们这边就差不多逛完，要前往下一个地方喽，走吧！我们现在到根津神社，就是在东京地区是非常有名的一座大神社，规模算是比起周边的一些小神社来说就是大很多。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鸟居，然后还有一些被指定为国家文化财的建筑物哦。京军鸡专卖，它非常坚持使用就是新鲜的鸡肉，香嫩多汁。一个字，嫩，有种那个炭烤的味道，很香哦。本来是它鸡丸子，烤的刚刚好，非常的入味。我们现在到哪里啦？我们现在在纤维街，它光是这条路上1公里就有大概80。的相关业者，而且不管是就是布料啊，还是皮革，或是一些纽扣之类，都可以在这边找到。所以喜欢手工艺的人，或者喜欢自己做衣服的人，都可以在这边挖到宝哦。今天就花了半天的时间，逛完了日暮里这一带有人文风情跟夏町风情的区域喽。我是咪豪，我是鲍勃，大家下次再见，拜拜。